要是这样的话，艾米他们家这边会有更多的借口说这样说那的。家人们，不是说我巴不得艾米不去，我怎么？我们都不知道阿明等一下愿不愿意上车呢？怎么就是说话你们？这是听到声音了。你怎么跑着来的呀，阿明？阿明，你先上车嘛，外面冷，你先上车，你先上车。啊？你手你拿的是什么？是我给行李。是啥？对了，放在后备箱吧，这个肯定有点味道。什么东西有味道？你先就放这儿，你先。什么东西有味道？我看一下。来，这是腊肉，就你帮我带给他嘛。啊、腊肉。对，你带给他。你带腊肉来干嘛？就你们拿去吃啊。不是，带这么多。阿梅，阿梅。啊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？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？王飞哥那边事情真的很严重，有点着急。如果你去的话，可能他会高兴一点。怎么了，杰哥？关门嘛，是这个、啊、关门嘛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太冷了。太冷。嗯。给你们腊肉，你们拿去吃就行了，然后。王菲的那个事情就是公司他要处理的话要处理才好，然后你们杰哥你就回去帮王菲哥处理那个事情吧，毕竟你在王菲哥那里就你可能肯定我们帮得到王菲哥的也只有你了。不是帮王菲能帮王菲哥的只有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只有你才能帮得到他了。那你不要这样说，我肯定是帮不到的。然后你怎么帮不到？你要是帮不到的话，我也不会过来再叫你了，然后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。不是我帮不到，我意思是，毕竟公司以前王飞哥不在的时候，不是都是你在打理吗？你在的话，肯定王飞哥现在，就去帮一下他。然后在这边，而且你在这边也没事干，对不对？你刚刚。我正能量啊，家人们！直播间打破正能量。你就说直播，什么去我家什么的，你就不用。你在我家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平时本来之前你我就让你们回去，现在我更何况王飞哥公司也出了这些事情。这样子阿梅，你要是要去的话，我们就现在就直接一起走。如果说你那边彩礼什么的问题。你就直接说是多少就行了，然后我们给你妈妈就行了，可不可以？然后你就直接跟我们一起走就行了，真的不要耽误时间了，好不好？很着急，王菲哥那边很需要你啊，是啊，今天晚上就要走，今天晚上就要走啊？嗯，对。这么晚了，你们现在出发吗？对。现在就等你一起出发了。那我的话。我肯定不去了。你在担心什么？你想一下，阿梅，你想一下，之前王菲哥对你这么好，是不是？你这点，咱们大家也知道。现在王菲哥去了个这么个情况，现在是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不去吗？家人们都说是因为彩礼的问题，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吗？什么才真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话，那直接说多少就行了嘛，我们就一起走嘛，行不行嘛？不是你不说那些嘛。哎呀，那你们我感觉你们今天就走的话，你想一下，不是我们，是我，不是你们，是我们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真的现在这个情况真的只有你才能帮得到他。我是公司出了问题，我怎么可能会帮得到我？精神上帮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杰哥，就这样子吧，你们。你真走不走，阿梅？啊？你真走不走？你去不去？你考虑一下嘛。你去不去？你到底是要留在这儿跟他结婚，还是要跟我们走？
能不能别不说话呀？还浪费时间啊！走嘛，一起走嘛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走，我现在开车。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杰哥。哎呀，不是你东西不要收拾的，在那边再买嘛。不是，要犹犹豫豫的，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说吧，我肯定我走的话，我肯定走不了。那个杰哥，有什么走不了的吗？啊、你去吧。怎么去啊？你等一下。你直接说要怎么解决嘛？你这边有什么条件没有吗？还是说你就怎么？小莫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打电话给我干嘛？回来吗？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不会说话。哎，不说什么东西都已经说够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个你们，我跟你说，有可能你还不知道详细情况。怎么一起给我打电话的呢？我就是先，那个，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可能，我知道的，我，这个太亮了，我眼睛痛，你放那。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打电话给他妈，他妈妈不接我电话呀！哎呀，喂，干嘛？哦，对，好，马上回来。我们要诚意，哎，都。你们，小小都来这里就找你了，那肯定不可能，就不可能只是真的就需要你去帮一下忙，所以说杰哥你就不用在这边浪费这些精力了，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，你就直接去王飞哥他那边，就不用在这边了，然后。这次你们，我也希望你们能早点把这个王飞哥那公司那些事情处理好，然后处理，不管什么时候处理好，我都希望你们就是以后也不要就真的不要因为我这些话，你们可以真的转告给王飞哥，不要因为我再跑到这边来，每次一到这边来，要么就是工作搞黄，要么就是什么。真的，要么就是什么谈的项目啊，多少多少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次把公司那些事情处理好了，就不要再过来了，就不用再到这边来了。而且杰哥，你看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我就不管我现在肯定是不会去王飞哥他们那边的。我就说我就要在家里面结婚了，你们怎么说我也好。你确定了吗？你确定了吗？这有什么确不确定的？结个婚有什么，对吧？结婚肯定是确定好想好了才结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家人们，我的话快结婚了，我跑过去还要跑回来结婚，我就不去了。我知道王飞哥之前对我真的特别好，我也知道每次我需要就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王飞哥都会帮我，他每次都这么帮我。这次我知道王飞哥有困难，我没有陪着他，我也没有帮到，就是你们说的什么精神上能帮到他什么的，我也帮不了了，我刚刚就是看到安杰他说要来我家，或者是说什么就在这里等我回去他才走，所以我就只能过来了。杰哥你就不用等我，也不用在我们这边了，你就现在，如果说小小不是也说了吗，小小也说了让你快点回去，那小小都这么说了的话，那你们快点
就快点回去。那小小紧张，就那么着急的话，工资肯定真的很，就这个事情肯定是不是小事。那走吧，回去了。嗯，对。不是阿梅。那个，就我也没带什么，就只带了刚刚那些腊肉啊什么的。带给王飞哥的吗？还是带给我们的，啊、还是带王飞哥的？带给杰哥。走了，那我。哎，等一下阿梅，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嘛，你们先不着急吗？那你们着急走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着急走，但是你说。让我回去帮王飞哥，我能帮的就只是一个小零头，你能帮的只是个大，你能帮的是个大头啊。我能帮什么吗，杰哥？我真的帮不了。现在王飞哥在公司那边又出事，然后你这边的这个事情又卡在这里，他一个星要是飞息的话，怎么办事嘛？你就想一想，哎，咱们大家都是为了王飞哥好吗？不是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再给他们说一下，你们说对不对？现在我肯定是真的帮不到王飞哥，现在杰哥是能帮得到王飞哥的，所以说现在早点让杰哥回去，这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我的话真的，你们说放弃，真的可以放弃了，我有什么好，我有什么好等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你的那，我没有什么话里有话，我没有什么话里有话。我只是觉得他们两个在这边，他们两个在这边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早点去帮一下王飞哥。现在真正能帮到王飞的就只有你了。我帮不了。飞哥这样吗？太自私了，阿美太坏了。你们两个以前我肯定坏呀。你们两个以前那么好的，你看。那是以前吗？所以你看，我都这么，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。肯定我肯定是不可能回去了，对吧？对吧，家人们，我肯定是不会去的，所以你也不用，你不用今天等什么等我考虑好啊，明天一起回去，我不会去的。而且直播间家人们，喂，家人们怎么办？啊？哦，马上马上马上，我在跟我朋友玩呢，马上，马上马上马上，那个我叔叔给我打电话啊，就我叔叔说，我大家们，然后，走，那走了吧，杰哥，啊，那走了，你去不去？你想清楚没有，阿梅？你要想清楚，阿梅，我们真的，我们不能在这里耗时间了，我们得尽快出发。我们又不是不回来，你跟我们一起去两天嘛，我们又不是不回来，啊、事情解决了又回来嘛，又不是带你就把你拐卖了还是怎么的？这不是还没结婚吗？去不去到底？怎么这么纠结啊，我真的是。事情没有发生在你头上，你肯定觉得。那你要那怎么解决，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吗？那又不是没有人帮你解决，又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，非要让你一个人扛着。阿美，不用想了，不用想了，走吧。不是，先不要拉好手机。停一下，我最后还有话就。不要考虑那种，小小拉符号手机，我倒个车。等一下，哎，杰哥，等一下。那我先把车倒好吗？对，你们先把车倒好，然后，就不要停在这边，就快点回去吧。看小小那样那口气，哎呦，我真的是，不是，啊，你们说要怎么说？你们说怎么说，家人们？那好嘛，那直接开车。可以了。开，等一下，直接走。那我还要怎么说嘛？是不是家人们？
这路还有这路太窄，你们这么晚了开车注意点啊，这么晚了开车注意点。你没事儿，你来坐前面嘛，我坐后面睡觉，你坐前面陪杰哥说话。哈哈，不用了，你坐。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正能量。怎么可以抢你的位置？哑巴了，我哑巴了，我该说的我已经说很多了，家人们。还能说什么？我现在说的最能说的一句话就是：那到底要怎么解决？到底要给多少？对吧？那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？这一次我就为你做主了，咱们去救王菲，帮王菲。出发。走。出发。等一下。出发。哎，一会儿。你不要转门啊。对啊。出发。等一下，停。正能量啊！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正能量。等一下，我还在说说。你我门都开了，不开了这样很危险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你别开啊。那个你们真的想好了，你这不是去吃去喝，你这是在帮王菲，是在去救王菲的路。我能帮什么嘛？公司上的事情只有你能帮得到，包括小小也帮不到。好，我不说话。还有小小，你可以跟你爸好好商量、啊。哦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，阿美，你真的，我商量。王菲哥现在出现，你爸肯定会听你的嘛，张总肯定会听你的，你好好商量不就行了吗？但是事情现在已经发生，我知道是我爸不对，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，那只有去解决嘛。那你带着杰哥好好去解决嘛。还有杰哥你，拜拜杰哥。真的是，你再去看一下，你再去问一下。阿美，他不走，我们一开车他就把门给打开了，怎么？家人们，不是说我刚，确实我承认我刚才说话可能语气不太好嘛，但是该劝的我已经劝了很多了，该说的我也说了很多，那直接解决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嘛？那他非要把压力给放到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，还觉得好像这样子就是对王菲哥好一样，哎，我就搞不懂，真的是。啊，不喜欢阿梅，不喜欢我，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吗？那你们看王菲哥去谈了这么多次，如果真的有用的话，谁不好好谈，谁不耐心的说？没用。44万，还有人在说44万，哎呦，你真的是。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看直播啊？可以说不是钱的问题啊，他妈妈那边也没有完全没提，直接给人家提都没提，你怎么给嘛？人家阿美也没说要退婚，你怎么？那你这个钱白给人家的。我们说要给多少，要给多少才能退？人家说不退就是不退。你说，哎呀，我给你多少嘛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们说给钱的是这些意思吗？杰哥，全部说他才能解决。学个屁！对对对，我就是坏，我没有。还有就是，今天杰哥也问我了，说什么我来之前是不是给人家阿梅的妈妈打过电话？我说了很多次，我没有跟他妈妈联系了。人呢？我在那边，嘴上他跟他说了好多，他还是不听啊。
那就走吧，那就走吧，那就走吧，回去了。先帮王飞哥先把事情解决了吧，如果快一点的话还能回来。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家人们，事情到这个地步了，咱就不能在这边光等阿梅了，咱们得马上出发才行了。你还要不要回成都啊，小小？嗯。你还要不要回去啊？你刚今天刚到这里啊？怎么不回去呢？那你得来回的。没事，辛苦你了。辛苦你开这么久车，他真不去啊？他太多事情放不下，有难言之隐，有难言之隐，好像一直觉得他有苦难言。哎呀，问那怎么他才说嘛？我问他，他更不说；你问他，他也不说；王飞哥问也不说。那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不甘心啊！没带阿美回去，不甘心啊！不甘心有什么用？太丑了。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家人们把那个啥爱心点一下，然后把孤僻上那三个字打出来。那我们唉，车门没关好，后面还没那个关了没有？关了。家人们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开车。主要是我们在这儿腊肉啊，那个看过了。谁？哎，这谁呀、啊？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在这里、啊？大晚上的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敲干嘛？家人们，你们知道谁？这个车敲坏了，你能赔得起吗？什么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腊肉看过了。来干什么？你啊？关你屁事儿，拜拜。你们来这里、啊、做什么的？做什么的？我们接阿梅去回去了，怎么了吗？你们接阿梅回去啊？啊，怎么了吗？当然阿梅她不愿意跟你们回去是吧？我看得出来了。哎，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怎么了吗？你有办法？刚刚还是怎么的吗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看到那个阿梅，她那个哭着好哭着回去了。就刚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你看，你让我走，就这事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说这事没事的话，我们走了。你们要走是吧？嗯。哎呦。有没有什么事儿？嗯。有没有什么事儿？对。阿美的话，我能把他说走。哦，我听你的，你得了。走了。嗯，你要是别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相信啊。要是像你这样的话，我们不相信了。你能把阿美说的回去，这话我还没还打死我也不相信。直播间家人们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人家阿美，你看人家阿美，我觉得刚刚他那个哭什么的。我看着他是很想跟你们去的，他是很想，但是只是什么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？只是什么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？哎呀，走了吧，别听他说了。不是，等他说完嘛，给他点时间让他说一下，他要是能把这事说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带阿梅走。你说嘛，说，阿梅那个，给你时间。你们两个，你进来说，你进来说。